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文艺生活风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美琴社的社长王菲。那么今天呢，还有一位是王菲的学生。Tell our audience what's your name?My name is Fred Pullman. Fred Pullman. Okay, Fred. You are learning this guqin, right? Yes. How do you like it? I like it very much. It's an amazing instrument. How did you meet Wang Fei?Well, I came to a concert at the Asian Art Museum a couple of years ago where she was performing with her teacher, Li Xiangting. Mm-hmm. I was curious about the guqin, so I came to listen to it. It was my first live concert, and I noticed that there was a sign-up sheet for lessons, so I signed up for lessons. Signed up for the lessons. Mm-hmm. 那王菲她学了多久了？她学了有两年多了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觉得就是说他呢，在5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第一样乐器，就是古琴，而且也不懂中文，因为古琴呢是一个怎么说呢，要求意境比较，中国的艺术里面都是要意境传神嘛，对对，技术难度倒不是很大，但是说呢要读那古琴谱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头林黛玉弹，然后贾宝玉说你看天书，但这种的话他没有学过中国的任何的文字，然后但是他呢通过学习古琴，他现在对中国诗歌非常感兴趣，比如说他还做过那很多个 presentation， 就是有关于杜甫的，然后诗歌朗诵啊，然后对中国，而且去很多中国的地方去参观啊，去中国很多，所以他真正对中国文化就变得非常有兴趣了。对对对，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古琴呢，没有一个就是你学不是说技术有多好，那真正是对你的生活有多少帮助，对你的生活人生呢，能有什么意义。对，就像你刚才在上一段讲到的那种意境啊，你就理解到说你怎么样去面对困难，怎么样去面对你的人生，这些你其实应该还走得还蛮顺的嘛。你来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啊？对，我来了有十一年了吧，十一年的时间了。那你在这十一年的时间都在教古琴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古琴呢是，我觉得人生呢有一种是就是职业，一种是事业。职业呢你可以有很多种职业，比如说我当过作家，当过，我也做过很多年的记者啊，然后我也做过，在我来美国是学多媒体，其实我是第一个拿到中国就是多媒体硕士的中国人，那时候知道多媒体人很少，我在其实在美国也是做高科技开始，为什么我从一个但我一直是在弹古琴哦，但是我后来我就为什么要变，就是要去把我的很多精力都投入在古琴上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在硅谷搞高科技的人不是我一个人，有很多精英，但是呢知道古琴的人很少，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呢，我们需要树立一种不光是你中国人很本分啊，很踏实的工作，那我们有我们的文化，很悠久的文化，这样的话呢，美国人才会尊敬你。就像我在 Berkeley 大学呢，就讲中国音乐的时候，那我每次一讲起来，古琴，其实他们在课本里头呢都看，就是都看过，就是研究中国音乐啊，中国文化，但是说呢，他们没有见过古琴。我就是说，很多人他觉得古琴真好听，但是就没有机会见。我说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但是是没有机会，没有这种机会。而且我们就比如说那个日本文化，日本的书法那比中国的书法在美国还是还要就是被人所认识，但实际上这书法最早是从中国出来的。对，像古筝，一说起古筝呢，说那koto，日本的koto是从中国古筝来，所以的话呢，等于说日本文化在美国，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呢是需要有人去做，所以我呢就是花了很多精力呢，就是在做古琴的，也通过古琴呢推广中国文化。的确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而且确实需要人去这样去推广去做。但你在做了这么多年下来，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认识的比较少，只要是你去做，我觉得这种收获呢，人生就看你去怎么去想那种成功。比如说那种我觉得就是说一点点，就是说你能影响一个人，就像Fred 这样，Fred 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满意。等于说你去听了以后，他们觉得呀，中国的音乐真好。尤其说，我觉得就是尤其美国人、西方人哦，他们对艺术，他就是说这个国家呢，就是说是非常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国家。他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，只要是好的东西，他都是能认可的。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欣慰。所以我那个，其实我在中国的话呢，你要是把古琴呢放在一个
主流的一个课上，比如说放在中国文学课上都没有，因为我以前是学中文的，我在那个 undergraduate 那都没有见过。但是说我在美国呢，就在 Berkeley 大学，他们呢就把古琴放在这样重视、啊、放在而且放的是美国音乐课上，对，就是他认为就是美中国音乐也是美国艺术的部分，这就是一种代表，这就感觉到好像是中国文化和艺术中的一种代表的东西了。 Fair, so are you going to play something for us?A music for us? Yes, I was going to play a short piece. Fred, can you speak any Chinese? 我说一点普通话。说一点普通话。但是我说的不好。说的不好，但是哎呦，你听得懂吗？ Can you understand? Very little, 一点。一点，但是古琴等一下你要用中文弹唱吗？ Are you going to sing in Chinese? 对, 对 yeah. Oh, great. Okay. A short song called, Show us. 秋风子。秋风词，秋风词，李白的一首诗。李白很少有那个写爱情的诗，这就是一个很伤感的爱情诗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费尔为我们弹唱这个秋风词。Standard. How could you learn that? Well, I've been practicing Mandarin so for the last, particularly the last 6 months. So. 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还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到这儿不得不告一段落了。我们也希望呢，观众朋友到现场去观看呢，除了 Fred 之外呢，还有王菲老师亲自演奏，还有一些学生们一起来演奏，非常好的一个北美琴社的新春雅集音乐会，在2月24号星期六下午。2点钟在 New Peters Community Center， 我们节目到这告一段落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也谢谢王菲和 Fred。谢谢。Thank you.